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1962年由日本读卖新闻举办的第一届名人战当中一盘棋，对阵的双方是吴清源和桥本裕太郎。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桥本裕太郎执黑先行，白棋是吴清源。桥本裕太郎的第一招棋就走到了天元，白棋星位。下一招棋吴清源走了一个高目，这一招棋也包含着它深一层的一个含义，就是希望黑棋这个时候挂角，白棋呢从上面飞住黑棋，黑棋可以活角，但是呢白棋在外面啊形成一道外势以后，自然占据天元的这个黑棋的效率就会降低。实战黑棋还是选择抢占星位，白棋呢这个时候单关守角，黑棋三连星，白棋挂角，黑棋布下了四连星。黑棋的布局看上去非常有气势。这个时候白棋不肯拆回来，因为黑棋已经占据了天元，将来黑棋在下面打入的话，那么这颗子将会起到一个接应的作用。那么实战的吴清源啊走得非常扎实，直接进角。普通黑棋是要长一个，实战呢桥本裕太郎走了一个小飞，这也是一招标新立异的一招棋。下一步白棋就要在这一带打入， AI 的推荐是直接点三三，那么吴清源呢选择挂角，黑棋尖顶，白棋往上长，黑棋呢单关守角。那么白棋打入以后，在上面定型的方式呢是白棋二路的拆边，但是这一招棋黑棋有一个小尖的下法，白棋一退，黑棋呢就扳断白棋，白棋如果切断的话黑棋就一退，那么这里的白棋肯定要遭受黑棋的进攻，一旦这里的白棋遭受进攻的话，那么黑棋这个天元它就表现出它强大的一个攻击力。实战吴清源啊没有走这个二路的拆边，而是呢选择从下面这个地方继续打入，问一问黑棋的应手。那么这个打入以后，白棋下一步将产生两个好点，一个是可以飞回去和上面的白棋取得联络，一个是呢要从这一带虎断黑棋。实战桥本裕太郎扎定，先把上下两块白棋先分断，那么白棋呢也势必然要从这一带冲断黑棋，白棋切断，当然黑棋不肯打吃，这两个黑棋被吃住的话，脚上的白棋实力非常大，桥本裕太郎选择从下面打吃，白棋长出去，然后黑棋再一飞。对待黑棋这个飞，白棋不能挡住，黑棋往上一冲，白棋一挡，黑棋分断白棋，两块白棋的气都非常紧。那么在这一带的作战，吴清源啊走出一步巧手，二路一拖，这比较考验黑棋。如果黑棋从上面扳住的话，白棋一退，这个地方黑棋不能被白棋压住，也只有先往外冲，白棋切断黑棋，黑棋一退，白棋贴出去，黑棋扳的时候，白棋这里一猴，这两个黑棋被吃掉，那么白棋自然啊在右边啊就会活棋，这里的白棋只要能够活棋，白棋自然就会满意。对待白棋这个二路拖，黑棋如果从下面搬的话，白棋这里一冲，黑棋呢这里还要冲出去，白棋打吃，黑棋反打，白棋提掉，白棋提掉以后，下一步又要封锁黑棋，黑棋呢还要贴出去。下招棋呢白棋继续从这里分断黑棋，黑棋长一个，白棋贴住，黑棋再长，下招棋白棋一跳，这也是一步巧手，白棋跳出去以后也防止了黑棋这里冲断白棋的下法，黑棋呢也只有二路爬回去，下招棋白棋再一夹，这两个黑棋如果被白棋吃住的话，那么这盘棋自然也就结束了。那么实战对待白棋这个拖，黑棋是没有办法
走这两个班，实战呢，桥本于太郎走了一个二路爬，白棋一顶，黑棋分段，白棋往上搬。白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活棋。那么下招棋呢，黑棋先在脚上搬了一招，白棋搬住，黑棋呢厚实的吃住这个白棋。这些白棋已经出现了眼位，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安定，将来啊黑棋这里还有一路搬的下法。白棋一虎，黑棋可以点进去，白棋挡住的时候黑棋再爬，白棋粘住，黑棋再一等，这些白棋还没有完整的两只眼。所以说实战吴清源呢又在这里补了一招，二路一搬，黑棋搬住，白棋呢再点进，右边这个白棋活棋自然没有问题。那么这里活棋以后，在这里的战斗白棋没有什么不满，那么黑棋获得一个先手，抢占这个挂角，看上去也非常普通，但是呢这一招棋也导致了桥本于太郎啊续盘的一个落后。那么这个时候全盘啊有一个形势要点，就是这个小飞要配合中腹这个天元扩张啊这里的模样，那么这三个白棋呢自然也就没有了活动空间。实战的桥本于太郎选择了挂角，被白棋抢占这一带的要点，那么黑棋这一带的效率自然啊就降低，而且呢将来白棋这里还有飞上去的下法继续啊骚扰黑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黑棋这个天元的效率已经啊没有办法发挥出来。那么白棋飞着以后，下招棋呢黑棋开始进攻白棋这个角，白棋靠压，黑棋呢选择了拖角。那么现在的定式白棋啊都是在脚上搬一个，那么那个时候呢最常见的是要从这里挖，这是一个常见的定型。下一步呢白棋没有从这里压，因为在这一带黑棋的棋形呢白棋这里有一个刺的一个利用，如果黑棋压白棋一退的话，那么白棋这个刺自然就消失。那么这时候呢白棋选择了加攻这个黑棋，黑棋往上贴了一个，这时候白棋不能往上长，如果长的话，那么这个黑棋马上就来了一个小飞，这里要分段白棋，白棋粘住的话黑棋再一夹，白棋阻住，黑棋呢再拆一，白棋如果封锁黑棋的话，那么黑棋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二路拖把黑棋活在左边，这些黑棋成活以后，那么白棋在左边呢几乎是一无所获。那么黑棋往上贴的时候，白棋的本手是要从这里顶住黑棋，那么黑棋被顶住以后，黑棋走了一个小尖，这个小尖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是呢非常的符合棋理。普通黑棋是要长，但是呢离白棋这个后势啊太近，所以说呢黑棋实战走了一个小尖。下招棋白棋跳起来准备啊封锁黑棋，黑棋先长了一个，白棋先刺，黑棋粘住，对待黑棋这个长，白棋普通是要粘住，但是呢在这一带白棋的眼位还不充分，将来呢黑棋这里有扳，白棋虎下去这里一打吃，白棋自然眼位还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呢吴清源走了一个小尖的下法，将来能挤在这里，白棋的眼位马上就丰富起来。黑棋跳一个准备出头，白棋往上贴，黑棋呢再一靠。下招棋吴清源啊走得非常稳健，就是在这挤了一个，就要把这里的白棋先做活。黑棋走了一个倒虎，白棋跳起来，下一步呢就要封锁这里的黑棋。黑棋先从这挤了一个，白棋呢立下去，先保证这里白棋的活棋。那么双方在这一带的战斗告一段落，黑棋呢这些子暂时没有什么危险，白棋呢也活棋。下招棋黑棋呢在这点了一个，威胁着要从这里靠断白棋，白棋普通是要挡下去的。那么白棋在这里挡下去之前呢做了几手棋的交换，先尖顶，黑棋打吃，白棋粘住，这个黑棋不敢搬下来，气太紧，黑棋呢先往上猴了一个，然后呢这个时候白棋再挡下去，
双方呢在下面定型以后，紧接着黑棋抢占一个大场拆二。那么白棋呢大飞了一个，看上去这张大飞啊是破坏黑棋中腹这个模样，同时呢扩张左边白棋这个空间。但是呢这一招棋包含着它更深一层的一个含义。那么有了这一招棋以后，将来白棋这里有搬出去强杀黑棋的这个手段。黑棋呢切断白棋，白棋粘住，黑棋这里不敢打吃，打吃的话白棋一反打，这些黑棋也自然死掉。黑棋呢只有从这里顶，白棋封锁黑棋，黑棋切断，白棋打吃，看上去黑棋啊可以从这里打穿白棋啊上方这个时空，但是呢白棋吃掉以后，这里变得非常的厚实，即使黑棋长进去，白棋再一跳，那么这些黑棋啊没有完整的两只眼。我们再看这一招棋的位置恰到好处。那么从这一招棋上，我们就看出两位大师的思路啊非常的深远，稍有不慎啊将会大祸临头。当然桥本鱼太郎啊也洞察了白棋这个子的含义，于是呢先从二路先爬了一个，白棋立下去，下一招棋黑棋在这一带打入白棋。那么有了这一招棋，也接应了刚才黑棋啊从这一带打穿白棋时空的下法，那么这个子呢正好起到一个接应作用。白棋靠压，黑棋先在脚上点了一个，问一问白棋的应手，白棋粘住。那么下一招棋呢，桥本鱼太郎啊又走了一个二路脱，非常巧妙。白棋如果搬到下面的话，那么黑棋往里面长，白棋粘住，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出动脚上这个子，白棋挡下去，黑棋再一跳，黑棋轻松的在左边了活棋。即使将来白棋能杀住这些黑棋，那么黑棋呢能够活棋自然了非常满意。那么对待黑棋这个拖，白棋呢最终选择从上面搬住，黑棋一退，白棋一虎。黑棋有了这两招棋的交换以后呢，黑棋在这一带的眼形得到了加强。那么下招棋呢，黑棋再从脚上爬了一个，白棋立下去，黑棋呢直接没有在脚上动手，二路一飞护住右边这个时空。将来呢在脚上黑棋挡下去的时候，如果白棋从这边拐住，在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一路搬粘的先手，黑棋可以活在脚上。那么黑棋飞下去以后，白棋呢也没有直接这样啊杀脚，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杀脚的话，黑棋在这一带一补，那么全盘啊黑棋的时空啊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时候吴清源选择了打入，因为在脚上啊黑棋还有很多的毛病，黑棋也不敢从上面呢靠压白棋，最终呢黑棋选择立一个，先加强啊脚上这个时空，白棋跳起来，黑棋呢再立一个，白棋小尖要封锁黑棋。那么一旦这些黑棋遭到封锁，将来白棋在这一带还有加的手段，黑棋往下立，白棋再一长，黑棋粘住，白棋再一爬。那么在这个角上啊，将来可能还会形成非常讨厌的收气的一些下法，这是黑棋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于是呢黑棋先从这里挡下去，白棋呢先挡住，下招棋呢黑棋不肯在脚上补棋，先靠了一个，也是希望白棋搬。这时候黑棋一粘，这个地方马上就出现了挖断，而且呢这里还有断点，这是黑棋期待的下法。那么吴清源呢走得非常稳健，先把上面的白棋先连回来。那么白棋连回去以后，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啊黑棋在脚上的变化。如果黑棋这个时候立下去，白棋一挡，黑棋再一搬，那么黑棋可以活脚，但是呢被白棋立到这里以后，那么这些黑棋就显得非常的单薄。所以说实战的黑棋并没有敢直接在这里活棋，黑棋呢先二路拖一个，先把上面两号黑棋先联络，下一步呢就要活脚。那么这个时候白棋立下去准备吃脚，黑棋搬一个，白棋搬住，黑
黑棋一路再反。那么黑棋这种下法呢，也是在白棋这个实控当中留一些味道。下招棋白棋跳进去，局部黑棋全部死掉。那么紧接着黑棋从这里搬了上来，要在这一带寻找一下战斗的头绪。那么对待黑棋这个搬，看上去白棋这里要扭断黑棋，但是呢，考虑到黑棋从这里反打，白棋一长，黑棋再贴出来，这些白棋还有一些薄味儿。所以说实战的吴清源啊，并没有选择这个切断。这个时候的吴清源已经意识到自己已经占据了局面一个优势，在这一带的作战，白棋选择的非常稳健，就是退了一个，加强这一带的联络。黑棋粘住，白棋虎了一个，保护这个黑棋这个挖断。那么实战桥本鱼太郎啊，在这拐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呢，这一招棋却暗藏杀机。如果白棋在这一带的作战急功近利的话，就中了黑棋的一个圈套。白棋看上去可以在这一带分断黑棋，要强杀这里的黑棋。那么呢，黑棋在这打吃，白棋的往下冲，黑棋呢粘住。白棋如果在这一带想杀黑棋的话，白棋下招棋呢必须这里要连接。黑棋呢吃住这个白棋，白棋呢踢掉这个黑棋，看上去白棋已经把这里的黑棋给封锁，但是呢黑棋这有一个打吃，白棋粘住，黑棋呢马上就会出动这个子，白棋粘住，黑棋呢再冲，白棋挡住，黑棋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打吃分断白棋。那么在这一带双方啊就形成一个杀棋，白棋小尖，黑棋粘住，下一步呢白棋打吃。那么对待白棋这个打吃，黑棋就会在这个角上和白棋开劫，这就形成了一个天下大劫。不管怎么样，在劣势的黑棋当中出现了这个打劫，自然啊也就出现了扭转的机会。那么在这里的下法，吴清源啊并没有上黑棋的当，没有这里切断黑棋，而是呢从这团了一个黑棋长出去，这个时候白棋再来分断黑棋，黑棋打吃，白棋从这里往外冲，黑棋的暂时也没有挡，先小尖了一个，威胁白棋这一带的缺点，白棋呢后势的粘住，黑棋再小尖，白棋一冲，下招棋呢黑棋从这并了一个，保证了这些黑棋的联络。那么白棋呢在这一带也补了一招棋，整理这里的棋形，黑棋点进去，白棋一挡。那么下招棋黑棋从这里挖了一个，白棋一靠，双方啊在上面先寻求定型，黑棋上扳，白棋切断，黑棋打吃，白棋呢反打，黑棋踢掉。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双方啊在角上和边上啊都已经定型。那么下一步呢，白棋从这贴了一个，也是限制黑棋在中央啊这一带的发展。黑棋长了一个，然后呢白棋夹住这个黑棋，这里的白棋变得非常的厚。下一步呢，白棋还要从这里出动威胁上面的黑棋，于是呢黑棋先搬住，白棋冲一个，黑棋粘住。下一步呢，吴清源从这小尖了一个。如果这个时候黑棋粘住的话，那么白棋在脚上还有手段，就是这个点，黑棋粘住，白棋加一个，黑棋立下去。下步呢，白棋这个小尖是绝妙的一招棋，下步呢就要从这里冲断黑棋，黑棋也只有先双一个，然后呢白棋一路一跳，白棋居然还有活脚的这样一个手段。那么实战呢，桥本鱼太郎啊没有粘住这个断点，先在脚上啊补了一招棋，白棋打吃，黑棋呢先粘住这个子，白棋踢掉，然后呢黑棋退回来。那么白棋呢立了一个，黑棋粘住，双方啊现在已经啊慢慢的进入了官子阶段。白棋冲，黑棋挡，白棋先打吃，黑棋粘住，下一步白棋继续往上贴，黑棋扳住，白棋呢大跳了一个，黑棋从这一飞，也是尽量的在这一带围出一些目数，白棋一靠，黑棋呢扳住，白棋扳，
黑棋退，然后呢白棋虎下去护住、啊、下边这个时空，黑棋跳了一个，白棋的整形下掉棋，黑棋一冲，白棋扳住，黑棋一拐，白棋先团了一个，黑棋挡住，下边呢白棋一顶，黑棋一路扳，白棋一虎，黑棋打吃，那么下掉棋呢白棋虎到这里。那么白棋虎住以后啊，双方啊就进入了小官子。那么这盘棋的小官子呢也没有影响到胜负，白棋的优势非常大。最终呢吴清源以七目的优势战胜了桥本裕太郎。好，这盘精彩对决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